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你看啊，哇，可爱！可爱不？欢迎收听，我是妮妮，我是六妈。噔噔噔，我又买了一堆觉得很可爱的东西哦。日本杂志啊，他们常常就会跟一些周边包包联名，对，就是你要买他这个杂志，他就会有一个联名的东西。所以我今天就收集了很多我觉得看起来超可爱的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你看，哇，可爱！然后他这边还有自己可以用面的盒子 DIY 成这个，他是用面丸可以做耳朵。其实这个牌子我们都很喜欢吃。然后我们打开看看他这个包包有多可爱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叫你用面丸做吗？因为它是针线包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好可爱，绿色的狐狸包包，然后里面有教一些可以用这个面来煮的料理，它是这个本子里面的，然后附了是这个，你有没有觉得超可爱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可爱。然后它的这个尾巴这边啊，是它的拉链。这样拉开，里面就是哦，它是化妆包，然后里面有两个口袋，然后另外一边是这种网状的袋，然后里面还有面面呢，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我真的会用哎。然后你看后面有这个袋子可以装东西，喜欢这个面面的人一定会很喜欢。然后它有送这个。对，我们多买了一个，因为它有单纯只卖这个的，然后又订了这本杂志，然后它里面又多一个，这么多，然后它就是又有附送这个面的便条纸，蛮可爱的，一人一个，对，另外一个是这个红色的天妇罗荞麦，对对对，可爱不？它也是一个那个 Kitsune 的样子。它其实是一样的，它只是颜色不一样，里面的隔间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也是日清的，但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买不到红色的，没有货，但是它也有这个西附的，是海鲜的，我觉得也蛮好吃的。海鲜好吃吗？它不是面，它是1:1的包包，我觉得超级可爱。你知道它上面有耳朵的包装做成这个，它本来一开始下面有那个贴纸，它一直被忘记，现在直接坐在这上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吗？直接丢掉，都是直接丢掉。你看它连上面那个有没有所有的成分啊、面啊什么的，然后全部印刷都有哎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，而且它这是猫咪耳朵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，里面真的有猫咪耶，然后里面还有像面的材料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随身袋，它有巨大版本的，然后也有这个，可是我觉得这个1:1的比较可爱。然后这个大家没有人不知道吧，这个是大家都用过的橡皮擦，然后它也把它做成了笔袋，它这个是文具，它是电线袋。然后这一本杂志就是在介绍它的橡皮擦50周年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些周边，还有背包哎，超可爱的。而且你看他们还有出这个在元素上面跑的，好可爱，一个橡皮擦在跑，橡皮擦在跑，里面是这样子的哦，有一个拉链，然后两个网格，然后下面这边也有两个网格空间。我觉得这可以放一些3C 的，像是手机的线啊，或者是铅笔盒，然后食物系列的这个名字巧克力，应该没有人没吃过吧？一个包之外，是巧克力。它是一个笔袋，这一本杂志里面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这个软包一样可以当一个袋子使用，硬壳的可以装铅笔什么的，就是袋中袋啊，很棒耶。然后这一本书价钱是1090日币啦，原来名字巧克力应该觉得超可爱了，而且它有一个巧克力的袋子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哦，有两个夹层网格，装在前面。这个你有吃过？这个是1180这个杂志，它这边有介绍这个巧克力棒。我看，这它是个坚果。对啊，你瞧像蟑螂哦。我觉得大家去日本应该都多多少少有看过这个，在超市或便利店有卖。这个其实它装不了什么东西耶，我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娃娃吊饰的感觉，觉得蛮可爱的。你看这个巧克力爆乳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呀、啊，这个不是杂志的，但是它也是跟面1:1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爱。它是一个加湿器，用那个加湿器让空气不要那么的干燥。其实这些都是自己想要的，就是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它是一个面
打开的感觉，像是你的面在冒烟一样。它是做这样子，这个盖子是不能盖起来的，然后它后面是这个需要充电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充电一下，再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这个打开，这边里面是装水的，然后它这个下面这个是吸那个水，然后就会冒烟。哎，真的是一比一耶，你看，超可爱的。然后我们以前去日本不是有做那个 DIY 那个拉面，没有看过的人这边不放清单，带回来台湾之后都舍不得吃，后来就过期了。其实那个没有人在吃的，那个就是一个做纪念。哎，我们给他应该把这个面也泡起来，然后两个一起冒烟，看他有没有还原的够。可以，可以哈。可是这个东西好像过期了，不能吃了。过期两个月不能吃了啦。我们可以泡，可以不要吃。发现 bug， 这些字都有明显变大，它是故意的啦。这个成分表旁边这个都一样，哎，真的做的好还原哦。先去充电。啊，对，刚刚已经把里面装了一些水，它好像是可以直接插电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动了。然后它这个顶上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按。哦，有了，马上就出烟了呢，很可爱耶。这条线太明显了，我觉得它应该要坐在底下，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。一模一样的大小，我去泡好了，可是真正的不会冒烟呐。我加热水，但是真正的没有像这个这么会冒烟。反正就是它真的一比一啦。这个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自己自肥的影片，其实全部是我自己想要的。你不想要？想要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一定会。喜欢吧，这么可爱你们不喜欢吗？这么可爱你们不喜欢吗？这么酷。然后如果喜欢就是杂志包包的开箱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分享给更多喜欢这种日本杂志的包包的朋友。我们这次是介绍一些食物或用品的还原的系列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这些是在日本亚马逊上面收集到的，大家想要去买的话，也可以自己上日本亚马逊搜寻看看还有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卖，因为这是自己想收集的，然后顺便分享给大家。那就下这影片见喽，拜拜，超级可爱的，超级可爱的。这个已经过期了，应该不行，这过期了，不要吃，千万不要吃，过期了。可以开吗？不行，那过期了。不可以闻过期的味道。哎呀，它是真的是坏掉，臭臭的。就这样，你不要吃了，等一下下次拉塞了。我一闻都要拉塞了。